各位板桥区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大家好，我是韩国瑜，在这里向大家请安问好，也要谢谢总统大选期间我的家乡板桥对国瑜的爱护跟支持。国瑜是板桥国小毕业，海山国中，对板桥土生土长有深厚的感情。这一次议员的选举，特别要向板桥地区所有我的最亲爱的乡亲朋友推荐一位优秀的议员参选人，登记第14号的叶元之。叶元之在总统大选期间担任过国瑜的发言人，反应快，聪明机智，又非常的和善。跟他打过交道来往过的乡亲一定了解，元之就是这么棒这么优质的一个议员。那这次的选举非常非常的激烈，拜托板桥的乡亲能够集中选票，能够支持这样一位有理念、有干劲、有冲劲的叶元之，让叶元之能够继续为板桥乡亲来服务，站在新北市议会为民喉舌，为地方的建设、为地方的乡亲一马当先，不落人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一张选票一事情，板桥有意思，请支持第14号叶元之。叶元之拜托大家，韩国瑜感谢大家。